工作针。我有工作证，我有工作证，你不信你看，就会一张。我有工作证。我最喜欢唐小老师哪个地方？就是管理小朋友。你喜欢管理小朋友吗？喜欢。各种知识。听好了，老师教语文课了，来。那就是英语课。英语课也可以，对，有徐猴子老师可以教英语。好，我喜欢。这个是什么？告诉你的学生。A。还 A 呀？我来教英语。对，快让这个老师教吧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快点，快点。因为他是外国的。哦，他是外国的，快。外国教英语。教我们什么？快点。哎呀，我们学东西，你们好好教好不好？学的我们好辛苦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 ？A。回答正确。都写到了吧？爸爸说是这边。教我们一个我爱你怎么说。I love you。 谁会？ I love you。 教我们。 I love you。 什么？ I love you。 什么？ I love you。 再说一遍，听不清。 I love you。 什么什么？